小心烫哦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韩式辣炖鸡翅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自己动手哦。我觉得如果你喜欢一个人，你就会把他的喜好全部记在心里。我家那位就特别喜欢吃辣。锅底一层薄油，加入喜欢的配菜，加点洋葱搅拌一下，最后来点青椒和葱花，软烂入味的辣炖鸡做好啦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